你是主力啊，不能输啊。因为他讲什么？你看懂他讲什么吗？就是说，如果我没有好的技术，他走这边。我这边难免有在那边堵人，俺来被吸，矿给被吸了。好，都在这。Hello， 加油！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。好哦。96.6，哎，哦。然后我应该买什么枪？这把玩一下好了，等一下这个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打，玩笑玩 kill。这边，刚应该是，我架在这里。我在驾车，有吗？哦，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哦、oh。